经唔觉，流行经典五十年已经陪住大家度过两年几。虽然黎小田因健康问题而休息咗一段时间，不过家燕姐同佢呢日就请埋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出席庆功宴，慰留呢一班幕后功臣。歌手出身嘅敏姿仲感触到喊啊！咁我会继续做流行经典五十年嘅，咁我应承你哋，我会继续加油，系一定要加油，延续你哋嘅，系啦。特別好多謝就係我哋音樂上嘅團隊全一定嘅小年歌，你嘅掌聲黎小田大哥，多謝你啦，睇下嘅，今日冇你哋即係咁辛，冇你哋去彩排，因為其實我哋會比較幸運啲，因為我哋每一次去到就彩排嗰隻歌，跟住咧就我哋係啊最辛苦嘅小年歌啦，咁同埋成個團隊啦，咁啊天氣咁冷又冷氣又凍咯，係咪？成日都想我摸佢嘅手，睇下我手凍到。咁啊，一叫我做呢個五十年咧，本來就唔係叫五十年嘅，叫五十強。咁但係咧，做做下咧就做咗兩年喎。哇，做到咧，你知道 TVB 啲冷氣咧就做到我病跟咗肺炎。哎，咁啊醫咗一輪，咁啊而家好翻。咁啊，亦都要多謝所有工作人員啦，多謝我哋嘅樂隊啦，所有燈光啦、導演啦，所有嘅人啦。小田哥肺炎好翻，几位旧主持就最开心啦。而小田哥仲拎钱出嚟俾大家抽奖开心一下。而家燕姐就梗系带晒广告客户嘅礼物啦。我哋今日有咧，同佢哋玩得好开心啦。我哋有抽奖啦。系啊，你带咗好多礼物嚟抽奖喎。我带咗曲奇饼。系啊，敏姿好乖啊，带咗曲奇饼嚟。咁啊，好乖啊，你带咗好多。當然啦，我都係即係帶啲贊助商俾我哋嘅禮品啦，咁啊多謝大家啦，係有啲電器啊，咁啊啲酒係我自己嘅嚇，啲酒，因為我自己唔走嘅嚇，攞翻啲靚酒俾大家分享。咁啊最開心咧就係大家其實好忙。所有同事都是很多工作的，他們都特意是抽時間來參加我們這個慶功宴，真的很難得。始終合作了一段不短的時間，家燕姐當然都有點不捨得了，不過她仍然很放心，因為新主持除了有收歌之外還有元老敏姿嘛。不過說一下呢，我又有點不捨得。是的，不捨得不要緊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其實流行經典五十年的精神是一路這樣做的嘛。是的，這個責任要交給敏姿了。放心，我一定會將你們辛苦即經營的這麼好的一個節目，我會成全下去。是的，我會做得很好。拜託你，拜託你，你們失望。最感性的敏姿就說跟大家共事這麼久已經好像家人一樣關係密切，所以一定會繼續俾心機主持節目。佳燕姐仲話會練定歌上節目做嘉賓啊！即係我其實好開心，我哋好似誒依兩年嚟真係成為咗一家人，你冇發覺？因為已經慣咗大家傾偈啊，所以頭先一見到你，哇！好，即係我都好感動，真係。係啊，我見到你都好眼前，同埋反而其實係我哋幾個已經建立咗一份嘅友誼啦。反而講真，透過今晚我哋呢個食飯咧，可以真係同啲服裝啊，或者我哋啲音樂嘅團隊啊，反而真係直接啲嘅大家接觸，因為平時真係大家好忙啊。係啊，大家都係一種好緊張嗰個狀況去做嘅節目。咁今日大家好 relax 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傾翻啲閒偈啊，哇！嗰個感情係增加咗好多。